演员李多熙拥有精致外貌以及高挑身材，因演出韩剧请输入解说词 WWW 等作品而收获高人气。近期他受邀参加了时装周刊秀，一身桃红色西装现身，内搭黑色小可爱，微微露出健美的腹肌线条，整个人看起来相当利落。然而在秀后派对上，他选穿品牌的春夏系列镂空细肩带针织洋装，里面的两节式内搭只遮住胸部和屁股，秀出一双大长腿，既性感又俏皮，收获了无数好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也在派对上遇见了电影《阿拉丁》中饰演茉莉公主的演员纳欧米·斯考特，两人相拥拍下了合照，画面看起来超级可爱呀。